但是你可以告诉我，他是从哪条路进入了黑森林？现在又藏在森林当中的哪个位置？司令官，你不是刚夸过我有信仰吗？你觉得会告诉你？啊？你可以不出卖你的战友，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像杨振山、杨宝忠，还有抗联其他的人，在明知道不可能取胜的情况下，还在与皇军抗衡？这是为什么呢？哦，啊，前田医生又跟我要人来了，他想把你做病理研究，但是被我拒绝了。我欣赏你，你有胆识。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各个器官被他泡在装满了福尔马林的瓶子里。你是想了解抗联，了解这帮人为什么就那么点人把你们打成了这个样子，是吧？就算是吧，我对他们非常感兴趣。这个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说。我想再拜拜杨司令，他对我有过救命之恩。我想在你们把他送到长春之前再见他最后一面。可以，你是个有情义的人，让你见一见杨振山的首级，你可能会有所悔改，我答应你。干爹，您收了我做干儿子，很高兴吧？高兴，真的很高兴。您喝一个，喝点儿。今儿个俺是真高兴，俺有儿子了。哎，阿娇，来，你别看着吃。哎，干爹，你吃吧，你吃。俺爹吃。哎，俺呢，肯定每天伺候好您和杏花娘。这话俺爱听。你杏花娘要是听你说这话，指不定在哪乐呢。现在喝一个。老兄，老九，干爹。干爹，干爹，你醒醒！干什么去啊？那个，我买酒去。还没喝完呢。啊，没喝完呢。走吧。哎，别动！宝忠哥，姐。何时生，你看。宝忠哥。走了呢。他们被带走了，不关在这儿。起来走。
追！好好想一想，司令，如果我跟你说，我真是后悔我当年没跟你一起打鬼子，你会不会笑话我？好，也不算太晚。我呀，现在跟着宝忠，跟着康莲，跟着他们一起干。我也当上团长了，说实话呀，这段日子是我索伦过得最痛快的一段日子。我们不仅打下了江家铺子，我们还弄死了叶父那个老鬼子，把他脑袋给砍了下来。这也算是替您报仇了呀。保证他现在成熟多了，抗联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这儿啊还惦记着每天能当个大舅子。不过赶紧想想，不过司令，索伦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就不会丢了咱中国爷们的气节。彪哥，彪哥，彪哥，不好了，你醒醒！不好了，你醒醒！彪哥，醒醒！彪，不好了，不好了！彪哥，抗联来了！是啊。咋了？咋了？抗联来了！抗联来了，杀进来了！彪哥，俺枪呢？枪呢？抗联来多少人？这闹不清啊！等兄弟们冲出去的时候，没影了已经。是啊，看不清，根本就没看清啊！咱这边死人没？死了，加上那个崔白博，死了四个。走！把上午那两个一块儿埋了。好，千万不许让别人知道。明白，明白。不跟皇军报告吧？别说了，真的出事了。要是关哥在，他非得活剥了俺。把那几个人埋了，枪也让他们给顺走了，就说他们开小差来着。好，整明白没？听彪哥的，听彪哥的，这明白了。再说啥，也不能让小鬼子抓咱彪哥的小辫子。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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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女ならあなたのストレスを解消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よ。彼女が君が言っていた狩人の女か。はい。彼女なら必ず緊張感を和らげてくれますよ。頭痛の症状も緩和します。本当か。はい、彼女はまさに補助役です。おう、これは私が特別に開発した薬を添える薬種です。効果がありますよ。ご苦労だった、マダ君。はい、お先に失礼します。净淘气，一点都不让人省心。好，十八好枪。雪琪，归你了。以后狠狠地干鬼子。是。姐，喜欢不？你先别嘚瑟啊，快说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个，这个故事呢有点长，我呢就挑重点的说啊。俺呢刚开始是跟他们关在一块儿的，对，然后我就哄好孙彪，哄得他特别开心，收了俺当干儿子。先说好啊，俺可不是叛徒。然后有一个日本医生把尹香姐给带走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你说明白点。小珊珊，日本医生，那个日本医生长什么样啊？脸特别白，像个白无常，就不像个活人。日本人里头还有这号人物呢？我听我哥说起过这个人，有这么一个日本医生，拿着相机到处在照相片，如果看到有活人还没死的，就拿棍子捅他的伤口，直到这个人咽气为止。这种人千万别落在我的手里。我听说日本鬼子在拿活人做实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日本军医。老钟哥，我们不能等了，尹香肯定特别危险。苏兰，那是我们刚刚进攻了警察大队，他们一定戒备森严。小珊珊，嗯，索伦的情况怎么样？索伦组长是最后一个被带走的，带走他的好像是一个军官，叫什么？那个谷子。暗谷。对对对，就是那个名儿。さすが前田君。悪いが、今日は補助役になってもらうぞ。していろ、いい子だから。ああ、頭痛を治してくれれば命だけは助けてやる。いいな。やる。
君，お前ら彼女を連れてけ。ついてこい。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だ。司令官、こっちに来てください。あの女殺されそうですよ。すみません。山本さん。山本君、落ち着け。バカ。はい。うわ。一个山寨的女子差点砍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脑袋，你们一个一个都在干什么？还有这个索伦，这个索伦敬酒不吃吃罚酒，正好之前给杨志山准备的斩首台还没有用上，明天把他给我拉出去斩首示众。司令官，这是个机会。我相信这个索伦对抗联一定很重要，明天杨保中一定会进城救他。我们好好布阵，等待这个杨保中进城。这次任务由山本君负责，赵桑、关桑，你们学长。是。嗨。鬼子现在要杀索伦，就在城里的东门牌楼。不告诉你，天天满城都是。都说暗谷疯了，要用上次那个斩首台当众砍索团长的头。保中哥，你一定要救我哥呀。保中哥，你拿主意吧，我们都听你的。すでに手配しました。高連の痕跡は見つかったか。まだです。いいか、今回の機会を利用してヤンマチョンらを全滅させる戦機を作り出すんだ。ガンジーちゃんの警察は来たのか。途中です。彼が来たら伝えろ、司令官に会ってこいと。はい。Thank you.
姐，这枪好使不？嗯，好使。这枪可好使了，你就拿这个枪，一枪打一个鬼子，一枪打一个鬼子，就打得当官的。我跟你说，那……嘘，你声音小点，少啰嗦，快藏好。快点！好啊！快点！哎，姐，索伦组长上来了。躲好。乡亲们，我叫索伦，猎人族的族长。但我还有一个更骄傲的身份。抗联，杨振山司令的抗联。没错，他日本人说的是真的，杨司令是牺牲，但抗联还在。杨振山司令的儿子杨保中正在带领抗联所有的兄弟和我全部的族人，在这块土地上，对，就这块土地上，跟他日本人在浴血奋战。乡亲们，我求大伙一件事儿，将来如果你们要是遇见了抗联的兄弟，帮我给他们传句话，说我索伦跟他们处了一回，不亏，说我谢谢他们，谢谢他们让我索伦当了一把堂堂正正的爷们儿，中国爷们儿。Hello， 司令小哥，告诉他们，走。我索伦死得其所。快点，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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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保中、索兰来到街道，日本人正在对行人严加盘查，保中、索兰小心躲闪，随时准备阻击鬼子，接应辛有光和三刀等人。部隊に命じろ。弾頭台を囲め、誰にも近づかせるな。出来，出来一个，俺就打一个。孙生，放开去！马上打掉这个狙击点。啊！哇，姐，厉害，又一个。你的枪呢？丢了，被偷了。姐，厉害！他们用的是你的枪。啊！すぐにこの狙撃手を探して、それを抜けてくれ。はい。有光，三刀。
你们都不要过来。苏伦，姐，姐，姐，关敬山，你这个叛徒，俺杀了你。鬼子弹换人抬枪，我们分头行事。是。哎，姐，你别瞎开枪了，你再瞎开枪，鬼子就发现俺们了。絶対にそれを逃がすな。余光哥，敌人都围上来了，快走吧。撤下来了，鬼子又不傻，他们早发现安姐了。三道和永光把索兰给救出来了，走去接应他们。是，走。十个，从一个车上。よし。敵の今回の攻撃は綿密で、推定がいい。ヤンバー城に間違いない。探してくれ。捕まえるんだ。はい。是是是，走。撤！姐，快跑！
山本に伝えろ。噛みつくんだ。絶対に逃がすな。はい。行くぞ。薛琪，上楼去接。啊！
嗨，杨森，快给我送我们家给他。安国太君，这事不赖我，真不赖我呀！这些都是你的狙击枪干的，都是因为你的狙击枪。这不赖我。你告诉我，这怨谁？这是谁的责任？是我的吗？嗯，是我，还是他？你是打死杨振山的英雄，是大日本皇军的英雄，我一直很器重你。就希望你今天能帮我们射杀杨保中，但是你太令我失望了，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的人，你的兵。来了，苏伦呢？怎么了？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索伦呢？